啊，不忙的。可以直播间多点点赞哈，大家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稍等我一下啊，稍等我一下，然后我登一下我的这个号啊。欢迎各位新来的宝宝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，欢迎那个，欢迎各位新来的小哥哥小姐姐啊，大家不忙的点点关注点点赞啊。我们这边的话呢是腾冲啊、有禅轿车 4S 店啊，然后这边每天开直播开一个小时，然后主播就主要就是介绍讲解一下啊，宣传一下啊。欢迎哥拽给你看啊，欢迎加入直播进来啊。看一下我找一个，然后退一点点啊，这样坐两分钟啊，这样坐两分钟啊。你可以下播了啊，我也想啊，但是时间还不到，还早得很啊。我直播才开呢啊，还早得很啊，还早得很啊，至少要开一个小时才可以下呢啊，至少开一个小时才可以下的啊。大家不忙呢，可以直播间点点赞啊，不忙的小哥哥们可以，动动金贵的小手指，我们直播间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。让进去，让进去。这款车是前驱还是后驱啊？我们的都是一前置前驱车啊，前置前驱车啊。欢迎1032的朋友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来啊，欢迎你们，欢迎小饺子阿敏啊，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，欢迎初见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，欢迎哈哈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，欢迎兔子啊，他就是有脚筋，好像是有点那种的感觉啊。它这种脚它是薄的啊，它是薄的啊，这样吧啊，这样吧啊，我感觉我这个袜子真的是不经穿啊，这里通了一个洞，我的厚袜子都是耐不住穿啊，残傻一点啊。欢迎各位新来的宝宝们啊，欢迎加入直播，欢迎提笔写忧伤啊，欢迎汉人精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，欢迎1639的朋友啊，欢迎你们。大家不忙的可以点点赞啊，不忙的可以动动小手指啊，我们可以直播间动动小手指，可以点点赞啊，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。袜子出吗？袜子不出啊。欢迎豆老虎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。欢迎2040的朋友啊，欢迎大家啊，欢迎泡泡柠檬啊，欢迎你们。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台车啊，我们在的这台车的话是叫做我们的那个长安 CS75 Plus 啊。像 CS75 Plus 的话，它是有两个车系啊，一个是 1.5T 的车系，然后一个是 2.0T 的一个车系啊，然后就是排量不一样。代步啊，你可以选一个 1.5 代替的啊，然后这个动力的话呢也足够用了哈。但如果说你是经常跑工地、跑高速、跑长途什么的啊，对动力需求比较大的朋友啊，就可以入手一个 2.0T 啊， 2.0T 啊，就是可以随便选啊。袜子土的啊，是不是啊，那个眼神老好了啊。谢谢大家的点赞哈，谢谢点赞啊！这袜子太狼狈了啊，早上穿都还没有破个洞啊，然后现在穿它就破个洞了啊。他睡着了吗？我看看。你的腿有多长啊？我的腿长1.8米啊，腿长180啊，腿长180，不接受反驳啊。大家不忙的可以直播间点点赞啊，不忙的可以点点赞啊。来，我用我的腿吧，我用主播的腿给你们量一下我们的这个后排的一个座位啊，可以看一下啊。是的呢啊，主播脖子一下全部都是腿啊。像我这样的个子哈，像我这样的个子的话，就是什么呢？
就是我那个正常的坐我们后排，然后腿可以全部伸直啊，腿全部伸直之后的话，就是我的这个脚啊，我的这个脚尖的话，它是碰不到那边的那个座位的哈，它是碰不到的啊。阿慈又见了哈，又见了啊，看到没有？横向是那么长的一个长度啊，横向那么长的长度啊。我们这个车的一个横向座位的一个长度大概是在个1.2米左右哈，1.2米左右啊。阿慈又见了哈，欢迎小明哥哥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来啊，欢迎你们啊，欢迎你们啊。不忙的朋友可以直播间点点赞啊。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，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。然后如果说啊，如果说我们后排只乘坐一个人的时候的话，我们是可以就是正常啊，可以正常就是横坐在我们后排休息啊，就是咱们的靠背啊，靠背后面这个位置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弄一个抱枕啊，弄个抱枕来垫一下啊。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什么呢？这个是我们这个车的一个这种叫啥扶手箱啊。像就是咱们躺这个就坐后排休息的时候啊，咱们扶手箱可以放下来，可以放水杯，可以放饮料，然后还可以放手机支架，然后可以把手机摆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刷视频、看电视、追剧这些哈，都是可以哈，都是可以的啊。后不要的时候的话呢，就可以给它放上来啊，需要的时候拉下来，不要的时候给它拎上去啊，非常的方便哈，非常的方便啊。然后的话就是。就是这个座位嘛啊，就是我们这台车的一个座位啊，就是它的这一排的这个坐垫上面，还有我们的这个靠背上面啊，它全部都是可以啊，都是可以，就是有搭配的那种透气孔啊，黑色透气孔，然后可以增大我们座位的透气性能，然后那个就是使那个我们车的座位没有异味发生啊，它是可以这样子啊。可以三人斗地主啊，没有关系啊，这个是可以的，完全可以啊，完全可以啊。欢迎小梅子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，谢谢小明的点赞啊。然后我告诉你们啊，然后这台车的话呢，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啊？它的一个好处啊，另外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这个车啊，后排座位你可以给它全部放平啊，后排座位可以全部放平。放倒之后，这个车的一个里长是在1.8米左右啊，只要是身高180以内的小哥哥小姐姐哈，是直接啥呢？直接可以躺在这个车上面休息啊。像如果说想带女朋友去露个营什么的啊，露个营啊，然后出去自驾游什么的哈，就可以在车里面休息啊，后排放倒啊，然后我们的车上再垫一个薄垫子，然后盖一个小毛毯。小薄被啊，就可以躺车上休息，然后咱们晚上休息的时候还可以看星星看月亮啊，全景天窗一打开啊，咱们赏赏星星啊，那个看看月亮什么的，然后畅谈一下咱们的人生啊，还是挺不错的，非常风花雪月的一个那种啊好处啊。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，好厚啊，有没有薄的大哥啊，冬天啊，咱们过的是冬天，过的不是夏天啊，咱们什么呢，咱们保暖最重要啊，虽然说好看很重要，但是在我这里啊，主播保暖最重要哈，保暖最重要哈。不得不说我腾冲长沙主播真的是挺努力啊，我努力到不行啊，我真的是非常努力啊，我真的非常努力啊，所以你们给我点点赞吧啊，大家没有关注主播的可以点点关注啊。你挺费袜子的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也不愿意啊，我也不想啊，每天都能刷到你哈，你是想看我呢还是不想看我哎？想看我的话就每天点进来看看我啊。这是啥袜子？钱薄厚不厚啊？就冬天的袜子呀，就是从这上来它是属于加绒加厚啊，在脚尖这个部位它就是那种透明的啊。好像是这种感觉啊，脚趾是不是烂了啊？烂是不有烂啊，但是我觉得快烂了哈，快烂了啊，它是有点透啊，有点透啊。谢谢我们邻村老王的点赞啊。这里烂是这种样子啊，烂是这种通了一个洞啊，就这种的话它是不烂的啊。欢迎各位新来的小伙伴啊，脚尖是不有烂啊。它就是穿时间久了它会那种薄嘛，就是越穿越薄的感觉啊，越越
越穿越薄哈那种感觉啊。你是普通销售还是销冠还是经理啊？我不是做销售的，然后我不是销冠，然后我也不是经理啊，我就是一个打杂的啊，我是我们公司的打杂的啊，我是我们公司啊，我是我们公司的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帮啊，就是打杂的啊，打杂的啊。香港脚，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，帅哥啊？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是不是呀，大叔？我觉得就是在说你了。欢迎蒋静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，欢迎你们啊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大家下午好啊！没有关注主播的小伙伴们可以点点关注啊，可以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！谢谢我们卑微小明送来的礼物，还谢我们南北哈，谢谢啊！别人家的媳妇就是好看啊，不是书本上不是都说什么家花没有野花香，然后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那种感觉？再靠一会儿啊，靠着休息两分钟啊，靠着休息两分钟啊。我怎么退出来了嘞？我怎么退出来了啊？没有网了，居然连不上网了哎，居然连不上网了啊！稍等我两分钟，咱们店里面的信号太差，信号太差了啊！我都进不去啊，我都进不去了。他好像是不是那种，是不是直接是？没有网然后就直接退了呢，好了啊。脚尖不顶吗？不顶呀，它是那种有弹性的啊，有弹性啊，有弹性的啊，它是有弹性啊，有弹性的，看到没有，它是有这种有弹性哈，有弹性的，它不是说那种就是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弹性不好的那种哈，弹性可以的，弹性可以的，破洞了哈，今天早上才破啊，今天早上才破的，但是今天中午才破的，我早上穿的话呢还好好的，还好好的，还正常的啊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就是他经历了什么，然后我就是我现在直播他就通了一个洞哈，就通了一个洞啊。不忙的朋友可以直播间点点赞啊，不忙的小哥哥可以直播间点点赞，我们今天直播是开一个小时啊，开一个小时，我们一点过三分开的，我们开到个两点过五分左右哈，两点过五分左右啊。上次在主播这买车送了我一套房，真的吗？你去哪里买的车？我也想去买一套车啊。我的志向不在车，是在于房，知道吧？我也想要这种啊，我也想要这种啊。脚丫子露出来了，经历了太多啊，我也不知道他经历了啥啊，反正就是扛不过。时间的摧残啊，就变成这样子了啊！来看一下啊，空间是可以的哈，空间是可以的啊，太厚了吧？不厚啊，冬天穿的袜子都是厚的啊，都是厚的啊。欢迎盖世小可爱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，欢迎我爱聊聊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腾冲万有的直播。薄袜子好看，薄袜子嘛，咱们就只有秋裤啊，只有秋裤啊。你不老啊，我老了，我已经是90后啊，我是90后的老阿姨。好个锤子啊，好个锤子啊，我又要去买新的去了啊，这种旧的烂掉哈就不能穿了哈，就穿不了了哈，光腿神器也可以，我不喜欢穿光腿神器啊，不喜欢穿光腿神器，我就喜欢黑色的啊，黑色的它就是可以很好的修饰你的腿部线条啊，然后会感觉就是那种瘦哈，要瘦一点，要修长一点的感觉啊。欢迎一世浮沉啊，欢迎大家到直播间啊，不忙的直播间可以点点赞啊，不忙的小哥哥小姐姐可以直播间咱们把点赞点一点哈，点赞点一点啊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哈，欢迎峰峰同学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，大家没有关注主播的宝宝们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头像啊，头像那边有一个加号啊，可以关注一下啊，可以关注一下，为啥脚尖透明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我把它穿到透明了吧，可能是经过我的大脚的摧残哈，它就变透明了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谢谢一生哥送来的大啤酒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，欢迎十九啊，大家没有关注的麻烦点一个关注，已经关注主播的朋友啊，可以
可以动动金贵的小手指，可以点点赞哈，点点赞啊。嗯，袜子也坏了，我也不愿意呀，我也不愿意呀。坏了的话呢，我还要出这个的啊，我还要出这个去买的啊，烦不赢啊。袜子厚了会抽奖，你又不是一个星期才换袜子啊，咱们都是两天，顶多两天就要换袜子了啊，不是说你天天穿这双啊，天天穿这双还得了啊，不管你是穿薄的还是厚的，只要是说你清洗不到位哈，都是会有，就是出汗之后就是有味道的啊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什么呢，要注意自己的卫生啊，注意自己的卫生啊。袜子又坏了，在老板统一发袜子算了，要不然思思不会买啊。我没有办法啊，这种袜子就不是便宜的那种哈，这种的话呢100多块一双啊，这种厚的是100多块一双啊，可以买夏天薄的那种，可以买10多双了啊，很贵的啊，烂了一双我可心疼了啊，我心疼到不行啊，心疼到。不是够纯啊，咱们虽然说是比较喜欢漂亮，但是也不能是说什么就是为了漂亮啊，然后不在乎自己的身体冷成什么样子了，是不是啊？咱们也没有坏啊，鞋子不坏不有坏啊，你买条薄的明天穿，这两天有点冷了哈，我们这有点冷了，我们这两天早上哈晚上它都是下那种霜啊，就是那种就是咱们上班的时候啊，我的车的挡风玻璃全部都是那种冰块啊，就是那种冰块啊，然后草坪上哈，草坪上路边的草坪上全部都是白茫茫一片啊，比较冷哈，比较冷啊。嗯，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啊，云南暖和啊，我们这边还冷啊。云南的话早晚冷啊，中午的话呢要比较好啊，中午的话就是太阳出来之后要相对于来说要暖和啊，暖和一点啊，暖和一点啊。袜子通的很漂亮，漂亮个锤子呀，漂亮个毛线。我要去买新的去了，我要去买新的去了啊，我要花这个，我要破财了哈，我要破财了啊。主播38的脚啊，开车来不会冷的，怎么可能不会冷啊？难不成你开车上班啊，你开车去上班，然后你穿的是一条短裤，你穿的是一双凉鞋吗？是不是啊？对不对吧？嗯，袜子破了，袜子这里破了一个洞哈，这边破了一个洞啊，但是其他地方还好好的啊。大家没有关注是什么地方啊？锤子是什么意思啊？锤子是什么？啊，我什么时候再给你们介绍吧啊？我感觉我不知道怎么给你们讲啊，因为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口头禅啊，就是这种好像是那种的感觉，好像是那个叫啥，那个啥的感觉。欢迎布鲁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。它是属于早间，它是薄的哈。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啊，欢迎你们啊，欢迎你们。躺一会儿，坐一会儿啊，坐着休息2分钟啊。欢迎春暖花开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，欢迎你们啊。我在讲的好不好？我在讲的，这个不是车吗？是不是啊？欢迎是这样啊，欢迎教主，欢迎秋风吹来啊，欢迎教主播间啊，信不信我把你直播间点点赞啊，然后没有关注主播的小哥哥们啊，咱们后可以拉很多的东西啊。这个是啥车啊？这个是我们的长安 CS75 Plus 啊，长安的 CS75 Plus 啊。他们来看车，我给他们找啊，有人吗？开始了吧，害羞不已啊！西亚，我给你举银台啊！快来啊！快来给我举银台啊！快来给我举银台啊！有帅哥啊！有小哥哥来看我们这台车，我们可能要下车了啊！欢迎念念心啊！欢迎小菊啊！欢迎娇菊！有小哥哥来看我们这台车，我们可能要走了啊！他们好像换了。人不多，只有几个人。你看那台车，
我都还在你直播间呢。你是哪个？啊？你是哪个？新时代驾校一样。哦，是你个。点点赞，给我点个赞了。快点赞啊！跟他们来跳不跳？哦，你们那边个。还羞涩的，有个小哥哥来看我，来看我，应该是来看我们的车啊。他说他还在我直播间呢，哈，害羞。No， 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不要想太多啊，想什么啊，想什么，是不是？欢迎七色王国啊，重庆的吗？会说四川话？我不是重庆的，我是云南的哈。我不是重庆的，我是云南的啊，我是云南的啊，我是云南的小姐姐。看到后面有个小哥哥吗？你们？哎呦我的妈！现在有人吗？怎么在这里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们是云南的，不是四川的啊。我们跟那个跟四川那边是那种是属于啥？人家说的云贵川是一家啊，我们就是隔得比较近啊，隔得比较近啊。欢迎各位新来的宝宝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，欢迎072的朋友啊，欢迎你们。我还是往后一点点吧，那么感觉这样镜头有点。什么时候穿80世家啊？告诉我一次，可以告诉我一下什么是？坐一会儿。欢迎想不出来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。袜子破了，它只是有点透明啊，看我，它只是有点透明啊，它不是说破了啊，这是没有破，它是有点透明啊，是有点透明啊。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啊，可能是穿的时间有点久啊，穿的时间有点久了之后啊，然后它就是会有点松啊，会有点松的那种感觉啊。欢迎各位宝宝们，到底是袜子质量还是磁性？我长胖了哈，我真的是长胖啊，我长胖了个几斤啊，长胖了个四斤啊，我怎么了？我长胖四斤了啊，主播长胖四斤了啊，主播以前只有101点啊，然后现在我好像有110了哈，我以前才有104，然后106，然后现在长到了110了啊，在我们湖南这里叫 鸠鱼头是啥意思？20多斤。我呀，我长胖了四斤啊，给你买几双吧，快买来啊，买来我们店里边给我啊，买来我店里边，然后刚好我就不用买新的了，刚好我就鸠第二声脚哈，我们也是叫脚呀，我们家是叫脚，是洗得太勤了，可能是吧，可能我要一个星期换一次啊，不能够两天换一次啊，或者一天换一次啊，洗得太伤了，是不是都给它洗烂了哈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去后备箱看一会儿啊，我们去后备箱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它座位放倒之后的一个空间哈，稍等我两分钟，你们我上后备箱给大家看一下空间啊，大家不忙的可以直播间点点赞好不好，可以直播间给主播点赞，然后我现在要上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后备箱的一个空间，然后的话呢给我们的后排放倒之后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空间啊，把这个衣服别进去啊，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们啊，可以点点关注哈，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的可以点点赞啊，那些乱七八糟的不要发啊，乱七八糟的不要发啊，发了之后啊咱们会被关小黑屋啊，好不好？
大家多发点正能量的事情啊，那些乱七八糟的就不要说啊，就不要说了啊。我能看得懂你们是什么意思啊，但是你们不要发出来啊。看来是老公要发，是你透露的风声啦，是不是你透露的风声？我怀疑就是你啊，是不是？大家没有关注的点一波关注啊。然后我上这里的话，我现在上车给大家放平一下后排座位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车的一个实际的空间啊。为它支持把这个座位完全放平啊，完全放倒之后，咱们的这个车长啊，车长是在一个一米八的一个车长啊，看一下空间还是挺大哈、啊，空间还是挺大的啊，可以直接躺这个车上休息啊，是可以躺上休息的。看一下，这是它的一个后备箱的一个长度啊，长度是这样子啊，可以直接躺我们的后备箱休息啊，可以直接躺后备箱休息。它整个人嘛，就是它可以往，就是往里边还挪啊，还可以往里挪啊，往里挪了之后啊，就是我们的一个空间了哈，这个车的话呢，后排座位它放倒之后啊，咱们车可以当做是一个移动的一个大床哈，累了之后啊，直接在车里边就可以休息啊。它的空间还是比较赞的哈，空间还是比较赞的啊。看一下啊，那么大的空间啊，然后还可以左拥右抱哈，左边躺一个，右边躺一个啊。像这个空间的话，就是什么呢？咱们一家三口出去旅游，出去自驾游什么的啊，空间的话呢也是很够啊，很够的啊。再然后的话，如果说是个子大一点的哈，朋友可以躺两个休息啊，今天穿厚了啊，冬天到了嘛，最冷的时候到了，都要穿厚一点啊。欢迎芝芝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来啊，欢迎你们。后排的话就是需要放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倒啊，不要的时候给它拎起来就好了啊，给它就是什么呢，就给它那个给它座位立起来就好啊，不要的时候就把它座位给它立起来啊。
那我们下个车啊，他们要来看车了。空间还是可以的啊，空间还是可以的。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欢迎花开富贵啊，欢迎加入。我们去换一个车啊，有帅哥来看这里这个车了，我们就不影响他们看车了。看一下啊，看一下什么车，找个啥车，找姐姐，这是哪一款？这是 CS75 啊， CS75 Plus。 我们去看个啥呢，看个那个二代五 plus， 但是这个需要个纸巾呀。谢谢花开富贵送来的小礼物啊。那边是有点晒啊，有点晒的话呢，需要拿纸巾敷一下啊，需要拿纸巾敷一下它。你们就稍等我一分钟啊，稍等我两分钟嘛。然后我去弄点水在那个手机上啊，因为它那边有点晒，需要那个叫什么呢？就是需要拿点纸巾给它。用那个冷水给它敷一下，贴在手机的后背上啊，不然的话就是那个手机会发烫，它就会断波啊，就是那个手机，温度太高嘛，它就会进行一个断波啊。稍等我两分钟就好了啊。欢迎天空之城啊，欢迎加入直播进来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啊。大家没有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！谢谢送来的粉丝团灯牌啊，谢谢送来的灯牌。哎呀，欢迎寻一个终点口啊！欢迎加入直播间。卫生纸嘛，就是我用这个冷水就给它粘上去，然后把它贴在手机的。就是这种后背啊，这种壳里边它是可以降温啊，不然就是太阳比较大，就是它开两分钟的直播，就是它就会断播哈，就会断播了啊。我就贴在手机上啊，贴在手机的后背上就好了啊。因为另一个手机质量不是特别好啊，另外一个手机它是便宜哈，1000多块钱买的一个手机啊，就是比较便宜嘛，质量不是感觉不是特别好的那种啊，男厕门口啊。我们这边是男厕所，这边是女厕所啊，然后这边是门口公共区域啊。Hello， 倒了，从刚才讲的了，大家都抢烟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李佳伟，哦，李佳伟，不好意思。啊？嗯。会不会进水啊？不会呀、啊，不怎么会啊。你不要弄，就是不要让它弄到那种就是这种孔，就下面有充电口的地方就好了啊。就是它是贴在这的嘛，贴在这的啊，就是它就是零下的话，就是基本上没有事啊。然后我们就贴上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去找个车在车上聊一会了啊。我们刚讲的是那边那一台75 Plus 啊。后现在我们来讲这边这一台啊，我们来讲这边这一台的那个二代五 plus。 我们先来看二代五啊，又学到一招啊。我经常整的啊，我就是如果说我就是如果说我去的地方它太阳比较大的时候啊，然后我就会就是在开播之前嘛，我就会找个纸巾贴上去啊。因为就是你经历过嘛，就是开直播开到一半的时候啊，它那个太阳太大晒了之后啊，然后手机发烫的时候就可以贴一下啊，就可以给它贴一下降降温什么的啊。下次你可以试一下，还是好用的。欢迎小爷啊，欢迎小爷，谢谢小爷送来的人气票啊，欢迎你们，好久没有看到你了啊。你这就去忙啥去了？去忙什么去啦？好久不见，十分想念，要求不高，过来宝宝日常打卡，欢迎欢迎啊，欢迎，热烈欢迎啊。咱们在这聊聊一会儿吧啊，聊一会儿啊，我看一下这个镜头怎么样啊。进去坐着聊一会儿啊，还能忙啥？忙店里面的事情是吧？
们一起聊聊天啊。为什么会这么卡嘞？卡到不行啊，卡到无法啊。重新进吧，重新进啊。大家没有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哈，没有关注主播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哈。一个车了啊，现在我们换了一个车来看，然后刚刚看的那一台是我们的长安 CS75 Plus 啊，然后现在咱们看的这一台啊，现在咱们看的这一台是我们的长安第二代 CS5 Plus 车型啊，长安 CS5 Plus 手动挡豪华型优先车，不有啊，不有，已经卖光了哈，已经卖光了哈，已经买光了啊，买光了啊。UNI-V 到店了哈，没有到啊，没有到店哈。UNI-V 到店可能还是要好久的啊，因为我们没有 UNI 店的权限哈，没有 UNI 店的权限啊。然后的话就是等 UNI 店那边他们到车，就是车子铺好之后才会铺到我们这里啊。我们可能要等，还要等一段时间啊。欢迎陈立俊啊，欢迎焦猪，欢迎王吉祥，欢迎那个。一两鸡胸肉啊，欢迎焦猪，欢迎木秋啊，欢迎那个再来啊，欢迎大家来到腾冲的直播间啊。半年后啊，不知道，应该不用半年哈，应该不用半年那么久的时间啊，可能一两个月哈，可能一两个月左右，应该是两几个月左右吧。可有 CS55 手动挡。CS55 手动挡的话呢，有一代55啊，一代 CS55 蓝金版的手动挡啊。但是啊，目前的话呢是现车是卖完了哈，它没有现货了。然后，如果说你要手动挡的话呢，可以进行一个订货啊。然后现在的二代5 Plus 的话，它目前还没有生产手动挡的系列啊。想买一辆轿车啊，想买一辆车就先等一等啊，等我们 UNI-V 上市你看一下啊。UNI-V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啊，有点像那种轿跑的感觉啊。怎么穿这么厚的袜子啊，大哥啊，冬天嘛。难道你现在穿的是短衣短裤吗？还是背心啊？背心是吧？啊，咱们是冬天啊，咱们穿的暖和一点，没毛病吧？啊，是不是？看上了啊？你看上 UNI-V 了是吧？到时候 UNI-V 上市了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可以到你们希望版那边去看一下啊。姐姐，你穿的太时尚了哈，我没有时尚，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打底衫，然后我的小短裙，然后一双黑色的厚袜子啊，我感觉要丑死了啊，太丑了，感觉有点丑，哎呦我的妈，我这个沟陷进去了，我这个沟里陷进去的感觉啊，吓死宝宝了。帮姐姐截图啊，不用帮我截图了，我多谢你了，不要帮我截图啊，丑到不行就不要截了啊。欢迎渣渣周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来啊，欢迎你们，谢谢关注啊。啊，我也是姓周哎，我也是姓周啊，原来我们两个是家门哈，我们两个是家门是吧？欢迎从头再来啊，欢迎教主，欢迎在逃证啊，欢迎半夏时光啊，欢迎九一少女的梦啊，欢迎教主，欢迎光明势力啊，欢迎大家啊。大家没有关注主播的咱们可以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给主播点赞的宝宝们可以点点赞啊。还是把我的这个高跟女孩脱一下吧，我感觉穿高跟女孩啊，我就担心啥呢，就担心就是它踩空，就是弄到我们这个车漆啊，弄到车漆我可就惨了哈，我就要买车啊，我就买这个车啊。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来啊，欢迎你们啊。大家没有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点赞的可以给主播点点赞啊，点个关注不迷路啊，点个关注不迷路啊。欢迎渣渣周啊，欢迎焦猪猪们啊，欢迎你们啊。欢迎抱小熊睡觉啊，欢迎焦猪猪进来。欢迎1843的朋友啊，欢迎焦猪猪进来。又来了几个客户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呢，他是看哪个车。
他们好像出去了，哎，好像出去了啊。谢谢送来的小礼物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，谢谢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，谢谢加入我们粉丝团的小伙伴啊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，欢迎放纵的回忆啊，谢谢给主播点赞啊。今天感觉客服还是有点多啊，今天客服还是有点多的啊。我刚开始的话，我是在那边啊，我在那边讲，然后有客服来了，我就跑这边来，然后跑了不到几分钟，然后我感觉一有客服来看了啊。目前店里先出有几款啊，有二代五 plus， 还有一代五五的自动挡的，还有我们的七五 plus 啊。还有 UDK 啊，这四款啊，有四款车啊，目前店里面就只有四款车的现车啊，因为车子资源太少了啊，现在资源有点少，然后你们要什么车的话呢，它是需要进行一个订货啊，它是优先满足于订车客服啊，优先满足于订车客服，因为现在资源越来越少了哈，特别是临近年边啊，临近年边啊，客服少资源，客服多资源少，然后基本上都是要订车啊，你们如果说是准备在今年买车的，今年换车啊，今年那个过年前买车的哈，换车的朋友啊，你们可以稍微提前一点点买啊，稍微提前一点买哈，下来吗？下去哪里？欢迎盖世小可爱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，欢迎你们。订车多久可以到货啊？订车的话就是半个月到，有资源的情况下是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啊，没有资源是需要进行一个两到三个月啊。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，欢迎小鱼鱼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，欢迎你们啊，欢迎你们，欢迎峰峰同学啊。我看一下我是几点钟开的直播啊，我看一下。我是云南。我是云南小哥哥。我们是一点过三分开的直播，我们一点过五分下播啊。一点过五分下两到三个月时间太久了啊，没有办法啊，因为今年汽车芯片短缺啊，没有汽车芯片它是生产不出车来的啊。这个是。就是所有车型啊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啊，所有车型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啊。欢迎9289，欢迎小黑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，欢迎那个7393的朋友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，欢迎 Harry， 欢迎拉拉啊。你们的试驾车可出售，我们不出售啊，并且的话就是我们试驾车的话，它是由我们总部啊，就是卖给统一卖给二手车公司的哈，它不是说单独卖给客户哈。我们是不可以单独卖给客户，二手的没有啊，没有二手啊，只有新车啊，只有新车啊，试驾车是不可以的哈，都不可以卖给我们员工，都是什么呢，就是这个车总部把它卖给二手车车公司之后啊，然后二手车公司再卖给我们员工啊，他都不可以直接卖给我们的啊。然后都是新车啊，都是新车啊。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，来，我们下车了啊，不想在车上了啊，我们去下车聊一会儿吧啊，我聊一会儿，我再聊个十来分钟啊，下车聊个十来分钟我就下播了啊，时间过得太慢了啊，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啊，去找一个地方聊会天啊，然后我也不想在车上开了啊。那边坐着，那边没有位置呀，这里坐着站两分钟。欢迎带王下车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，欢迎冷了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啊，欢迎阳光啊，欢迎加入直播间的宝宝们啊，欢迎你们，欢迎眼底，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啊。我没有地方可以去，去处也不有啊，去处也不有，去哪也不知道啊，感觉哪也去不了的感觉。我也还在播，我以为你今天休息不播了呢，好难。我是想下播，但是时间还不够啊，时间还不够啊，然后我是一点过三分开的，然后
准备两点过五分，两点过五分关播。早上有事情没事啊，你开你人多啊，你流量多，你开一会儿人就够了啊。我这两天不在状态，我都不想播啊。我前两天更是啊，我都话都不想讲啊。今天还好一点啊，今天还一直好好的讲啊。前两天我直接不有心肠，就感觉就是掐着点啊，掐着点，掐着点开播，掐着点下播啊，时间。